生活总是需要一点糖的。愿今天的你是快乐的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你的爱好暖。今天我们分享这样一个故事：早产当天，傅廷臣陪着他的白月光庆生。我大出血，九死一生后，他却冷声道：“离婚吧，既然孩子没保住，我们没有捆绑在一起的意义。”他不知道。 我的孩子在新生儿高危病房观察。三年后，傅婷看着我手上牵着的儿子，她慌了。检查出怀孕那天，我兴高采烈地想要回家告诉傅婷晨。然而当我满怀期待地推开门，看到的却是傅婷晨温柔地揽着苏联低语的画面。在我面前，一贯冷硬淡漠的男人此刻正弯着嘴角。 露出一副我从来没见过的模样。他们并肩坐在我为这个家精心挑选的沙发上，紧紧握在一起的手让我的期待成了最滑稽的笑话。我一时愣在原地，手肘无意识的撞到了门框，砰的一声，终于让屋里交谈甚欢的两个人注意到了我的存在。他们齐齐的看向我，俱是脸色一变。 苏联几乎是下意识地将手从傅廷臣的掌心里抽出来，他从沙发上站起来，交缠的手指显露出他此刻的慌乱不安。然而，我只是淡淡扫了一眼他欲言又止的脸，移开目光，我平静地看着傅廷臣。男人此刻双手交叉，脸色难看，望着我。你不该现在回家。我无声地笑了一下。 是，按照平时，我现在应该正在公司替他打理业务。然而今天我工作到一半，突然感觉呼吸急促，欲呕难耐。兀自忍耐了一会儿，不但没有得到缓解，小腹还隐隐作痛起来。我不敢耽误，当即让助理送我去了医院。一番检查下来，医生告诉我已经怀孕两个月。 因为我身体不好，又过于劳累，现在隐隐有先兆流产的趋势。我在医院好一通折腾，才将胎稳了下来。看着报告单上孕两月的字样，我终于后知后觉的高兴起来。我第一时间就想把这个消息告诉傅廷臣，因为我知道他一直想要一个孩子，只是我没想到苏联回来了。 那个傅霆臣从年幼喜欢到现在的女人，那个早早嫁给他人的傅霆臣心里无法抹去的执念。我关死了房门，平静的走到他们面前。苏联一把握住了我的手，泪眼婆娑的向我解释：“月月姐，我刚离婚，阿晨他只是为了安慰我，你别误会。”我静静的任他握住，木。 光微微垂向他雪白的手臂，原来他离婚了呀！怪不得，怪不得傅霆臣最近早出晚归，忙得连自己的公司都不要了。我轻轻地笑了一声，内心说不上的悲凉。结婚两年，傅廷臣为了工作，从来没有陪我休过一天假，却原来不是因为他骨子里是个工作狂。 只是我不值得他停下脚步而已。这两年，我为了多一些跟他相处的时间，主动帮他承担起公司的业务，我陪他加班熬夜，陪他交际应酬，甚至连我怀孕都因为忙于工作而差点导致流产。而现在，他在我一个人忍着痛检查的时候陪着苏联。 他甚至将他带回了我们的婚房，光明正大的跟他在这十指交缠。我有些想哭，却又觉得这是我自己活该。谁让我明知道他一直喜欢苏联，还非要嫁给他？谁让我从十年前就开始喜欢他了呢？深吸了口气，我感觉小腹又开始隐隐作痛，无声的捏紧口袋里的检测单。 我牵起嘴角，对着苏联笑了笑：“没事，我没误会。”转过身，我把口袋里的检测单递给了傅霆臣。傅廷臣沉着眸看我，却没有伸手去接。我耸了耸肩，故作轻松道：“你当爸爸了。”傅廷臣眸光一顿，这才接过那张薄薄的 A 四纸。他阅览速度极快的把检测单看了一遍。 半晌，他平静的抬头，看不出任何情绪的对我说道：“明天去给老爷子报个喜，你这几个月就别去公司了，安心在家里养胎吧。”苏联也凑过去看了一眼检测单，接着他做出一副惊喜的表情，望着我的目光闪着亮光：“月月姐，你要当妈妈了，恭喜啊！” 我没有忽略他刻意隐去的傅廷臣的身份，然而看到傅廷臣纵容的眼神，我只能将话咽回肚子里，对着他弯了弯眉眼。我只是轻声道：“谢谢。”第二天，我跟傅廷臣去见了他的爷爷，把我怀孕的事情告诉了老人家。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，我便安心的在家里养胎。在我怀孕的这段时间里， 我没有再见过苏联，傅廷臣也没有在我面前提过他，我便也自欺欺人的忽视了他每晚在阳台打电话时候温柔的眼神。我的身体先天便有很多毛病，以至于这胎怀得并不安稳。好不容易到了七个月，我整个人除了肚子竟然瘦了一圈。这天。 我本是想给在书房工作的傅廷臣送杯咖啡，然而当我挺着肚子走到书房，听到的却是他好听的声音，温柔道：“你生日想要什么？我带你去南岛好不好？”我端着咖啡的手抖了一下，杯子掉落在地板上，“啪”的一声巨响，陶瓷的咖啡杯四分五裂。 傅霆臣终于抬起头，在看到站在门口的我时，他飞快地抿了一下唇，轻声安抚苏联之后，他挂断电话，快步走到我身边。他拉住我，小心的带着我绕过撒了一地的咖啡跟陶瓷碎片，把我带到书房的沙发上坐下。他低声问道：“受伤没？”我下意识的摇了摇头。 想到刚刚听到的电话，我忍不住抓住了他的衣袖。“你刚刚……”我咬了下唇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问了出来：“你刚刚在跟谁打电话？”傅廷晨的眉头瞬间蹙起，然而很快他又放松下来，看着我的眼睛，十分坦荡道：“苏联，他下周三的生日，我问问他有没有想要的礼物。” 我心里的猜测被印证，一瞬间竟然有些呼吸急促，或许是孕期激素导致。我清晰的感觉到我的情绪有些失控，抓着他的手用了用力，我低声道：“你可以不陪他过生日吗？我我自己一个人在家有些害怕。”然而我话音刚落，傅霆辰的脸色瞬间变了。 他毫不留情地掰开我抓着他的手，目光冰冷而阴沉道：“秦月，你出现了。那天跟傅廷臣不欢而散后，这几个月套着虚假外衣的温情便彻底戳破。傅廷臣还是去给苏联过生日了，而我在苏联生日当天狠狠地摔了一跤，早产了。当我被送到医院的时候。” 鲜血已经流满了我的大腿，好不容易九死一生的生下孩子，我没等恢复便给傅廷臣打了电话。然而电话接通，那头传来的却不是我的丈夫对我的关心。傅廷臣的声音里带着无法压抑的怒火，他冷冷的对着我说道：“离婚吧，既然孩子没保住，我们没有捆绑在一起的意义。” 我感觉大脑轰的一下炸开，这一刻我心如死灰。我躺在病床上，疯狂的想要大笑，然而笑到最后留下的只有满脸湿润的痕迹。傅廷臣听错了消息，我的孩子并没有死，他只不过因为早产需要在新生儿高危病房观察。我本来给他打电话也是想跟他说这个，然而现在。 我突然有些庆幸，傅廷臣从来不愿意听我说话。我会离婚，会带着这个孩子远走高飞。只希望傅廷臣这辈子永远不要有机会为今天后悔。三年后，我跟顾培刚刚拿下一个巨难搞的合同，这会儿正在餐厅里庆祝。牛啊，月月！我爸昨天还嘲讽我说，这个项目肯定拿不下来。 没想到你今天就打他脸了，顾培眼里掩饰不住的开心，白净的面容上有两抹酒精作用的红晕。我笑了下，忍不住有些得意。那是你也不看看我磨了他多久？想起这三个月，我风里来雨里去，又是陪他去种树，又是陪他老婆买衣服。 一天二十四个小时，我有十六个小时在围着他们一家人转，连儿子都是顾培帮我照顾的。想到这，我忍不住叹了口气。三年前，我跟傅廷晨离婚之后，便带着儿子销声匿迹。顾培是在我离婚三个月后找到我的，他算是我的青梅竹马，但在我结婚后也很久没有见了。彼时。 顾培刚刚跟他爸闹翻出来，自立门户。他找到我时，我以为他是来安慰婚姻失败的我的。结果谁知道这人一句安慰没说，上来就问我愿不愿意去帮他创业。当时我儿子的身体刚刚好转，我为了照顾他，暂时没有去工作的打算。谁知道顾培就跟和我杠上了一样。 他干脆在我家对门租了个房子，一日三餐都非要跟我凑到一起。再后来，儿子长大了一些，他更是干脆把小时候照顾他的保姆请了过来，势必给我创造绝对安心的条件，跟着他去创业。我被他软磨硬泡了大半年，终于还是败在了他的坚持下。之后，我进入了他的公司，担任了副总裁的职务。 也多亏了当年因为爱着傅廷臣而帮他处理工作的那些经历，在进入顾培的公司开始正式管理起来之后，我也算是得心应手。我们这两年把摊子铺得很大，这个项目更是关乎着公司能不能上市的关键。现在这个项目明确的签到了我们公司，我心里也算是重重的松了一口气。 好歹是没辜负顾培对我的期待，不是？想到这个项目之后能带来的利润，我就更忍不住嘴角的笑意。顾培喝的有点上头，他拉着我对未来大展宏图，闪闪发亮的眼眸中是毫不遮掩的野心与决心。我是真的很高兴，对之后的工作更是充满了干劲。 下午我们回到公司，顾培看不出一点喝了酒的痕迹。从踏进公司大门的那一刻，他就端起了总裁的架子，把皮鞋踩出了风火轮的架势。我看得好笑，但为了维护他的面子，我还是努力憋住了。下午安排完工作，我跟顾培难得早下班了一回，因为我儿子今天第一天上幼儿园。 我答应他要亲自过去接他，跟顾培去接儿子的路上是我开的车。我平时开车不多，车技一般，是以一路上都高度集中了精神。顾培本来在跟人打电话，挂断之后突然道：“话说月月，你知道傅廷臣这三年一直在找你吗？”骤然之间听到这个名字，让我忍不住愣了一下。 前面刚好是红灯，我稳稳踩下刹车，语气淡淡道：“嗯，他最好是找我参加他的葬礼。”顾培丝毫不给面子的笑了一声，接着他摇了摇头，叹了口气：“可惜了，他活得很好。”红灯转绿，我踩下油门重新上路。顾培在那句话后略微沉默了一会儿，他扭头看向窗外。 半晌，又转过来，认真的看着我：“月月，你真的放下他了吗？”我躲过一辆插队的车，忍不住嗤笑一声：“他都那样对我了，我还放不下？难不成我看着这么像傻逼？”眼前已经出现了儿子的幼儿园，我主动结束了这个话题：“放心吧，我们俩再见面，肯定是有一个人要死了。” 不然我可不想再跟他有什么牵扯。话刚说完，前面的突然冲出了一个小孩，我吓了一跳，急忙打了一下方向盘，结果就跟另一辆车碰上了去。好在这里已经离幼儿园附近的停车场很近了，大部分车的车速都不快，对面的车又反应迅速，我们只是浅浅的剐蹭了一下。 乱跑的孩子不知道自己闯了祸，已经没了踪迹。我无奈地看向顾培，有些气闷道：“打幺幺四吧。”顾培点了点头，很快便去处理后续的事情。我认命地解开安全带，打开车门，准备去跟对面车主商量一下赔偿问题。结果等对面车上的人下来，我却愣住了。 刚刚我还跟顾培说，除非死了，否则绝不跟傅霆臣见面。结果这话说完都没五分钟，我就被狠狠的打了脸。我不小心蹭上的车就是傅霆臣的，而跟他坐在一辆车上、从副驾驶下来的人就是苏联。我我扭头就想走，傅霆臣却猛地冲了上来。等等，他一把拉住我的手腕。 温暖的体温让我忍不住浑身战栗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还没来得及甩开他，顾培已经冲了过来。他毫不客气的一巴掌拍掉傅廷臣的手，接着我只感觉到一股大力，就被顾培护在了身后。我下意识的抓住了顾培的胳膊，身体还没有从傅廷臣的触碰中缓过神来，恶心。 无法遏制的恶心，傅廷臣只是碰了我一下，我就忍不住想把整条胳膊都锯掉。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我抬起头，目光冷冷的看向傅廷臣。傅廷臣跟顾培正在对峙，两个身形相仿的男人面对面站着，即使不发一言，依然能让人感觉到剑拔弩张的气氛。 我下意识地看了眼手机，发现儿子已经放学了，有些担心儿子在学校里等着急。我拽了拽顾培的胳膊，踮起脚凑到他的耳边轻声道：“让保险公司解决吧。”露露放学了。顾培慢慢收回视线，他学着我的样子微微弯腰，把头凑到我的耳边：“你先过去，这交给我解决。” 他看了看我，表情严肃。你不想让他知道露露的存在吧？我咬了下唇，的确是这样的。毕竟傅廷臣之前做的那些事，我确实不想让他知道儿子的存在。犹豫了一下，我下定决心，完全无视傅廷臣仿佛要将我烧死一般的目光。我对着顾培点了点头：“那我先走了。” 你自己小心，别跟他们起冲突。顾培对我眨了眨眼，笑得一派轻松。放心吧，姐姐，我可比他靠谱多了。我扯了一下嘴角，低下头便想离开。然而傅廷臣明显不想让我就这么离开，他突然向我走了一步，声音急切道：“等等，月月，月月姐，这几年你去哪了呀？我们好担心你呀、啊！” 苏联突然开口，打断了傅廷臣没说完的话，而我被傅廷臣挡住了离开的路，被迫停下，直面他们。苏联已经走到了我旁边，他伸出手想来抓我，泪眼朦胧的样子倒真像他说的一样，然而我却只觉得虚伪，大步往后退了一步，我躲开苏联的手，垂眸冷声道：“苏小姐。” 我们不熟吧？无视掉苏联僵住的表情，我转头看向傅廷臣，眸中满是厌恶。傅先生撞了您的车，我很抱歉，需要我赔偿多少，我都会照赔。后续就交给保险公司吧。说完，我再一次想离开，傅廷臣又一次拦住了我。他的脸色已经不能用难看来形容了。我车不用你赔。 我还不缺这点钱，他说的有些咬牙切齿，眼看着又想对我动手动脚，被顾培毫不客气的阻拦掉。傅廷臣的耐心彻底没有了，他看了看顾培，又看了看我，脸色铁青的怒吼道：“秦月，你当初就是为了他才跟我离婚？”我愣了一下，接着气笑了：“傅廷臣，你还是跟过去一样。” 不长脑子，反正也走不了，我干脆也不走了。既然傅廷臣误会了我跟顾培的关系，那我干脆便直接靠到了顾培的身上。顾培配合的揽住我，傅廷臣的脸果然黑了，轻轻嗤笑了一声。我双手抱胸，眼神讥诮的看着他：“怎么，傅总这几年得偿所愿，抱得美人归？” 还不允许我找别人了，我眼神嘲讽的看向苏联，却发现他并没有露出我想象中得意的神情。他听到我的话，反而下意识的咬住唇，神情看起来有些尴尬。我心里疑惑了一瞬，就听到傅霆臣着急的解释：“我没有，我好了，傅总。”我打断他，并不想跟他多言。 这里是幼儿园附近，孩子已经放学了，我们别影响别人。转头看了看顾培，他冲我点了点头，我就知道后续的处理工作他已经找好人了。在心里叹了口气，我就这一辆车还撞了，估计短期内都只能蹭顾培的车上下班了。眼看着越来越多带着孩子的家长过来停车位，开车离开。 我心里也忍不住着急起来。副总，车的事我已经找了保险公司的人来处理。您要是不忙，就自己在这等等吧。从顾培身上起来，我看着强忍怒火、害怕丢人的傅霆臣，忍不住弯起嘴角。至于别的事，我不关心，也不感兴趣。 傅总不想大庭广众丢人的话，就祈祷我们以后再也别见了吧。说完，我拉起顾培，转头就走。这一次，傅廷臣没有阻止我，不知道他是害怕丢人，还是我的态度让他的脸面挂不住。总之，等我们确定走到傅廷臣看不到的地方，我这才长长的松了口气。 还好傅廷臣没问我为什么要来幼儿园这边，儿子的事我不想让他知道，他也不配称为我儿子的父亲。倒是顾培一路上骂骂咧咧，感觉要不是顾着我的面子，他早就冲上去把傅廷臣打一顿了。我们两个在幼儿园门口停下，对视一眼，谁都没提这件事。顾培打。 电话叫了助理来处理车的问题。以我对傅廷臣的了解，他肯定也不会在这件事上纠结。后续倒是不担心被叫过去做什么笔录，但今天回家，我们确实是没有了交通工具。轻轻叹了口气，我提醒了下顾培车的问题。顾培已经挂了电话，他柔声道：“放心，我让小李先把他的车开过来。” 我给他报账回去的车费，我点了点头，也只能这样了。就是回头要记得给小李发点奖金啊，因为害怕接到儿子之后出现变故。我跟顾培是等到小李把车开过来才进去接的儿子。现在距离放学已经过去了好一阵子，幼儿园门口陆陆续续冷清下来。 老师陪着儿子坐在教室里等我们，看起来十分的孤单。我跟顾培刚走进教室，儿子就已经冲了过来。我赶紧蹲下抱住他，还没来得及道歉，儿子已经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他因为早产生的瘦小，说话也比别的孩子晚一点。这会儿他似乎是以为我不要他了，呜呜咽咽的抓紧我的。 衣角断断续续道：“妈妈，不要，别，别，不要！我，我心疼的不行，赶紧把他死死抱进怀里，宝贝儿不哭。妈妈路上遇到了点事，你别怕。妈妈怎么可能不要你呢？儿子抽抽噎噎的停不下来，我不厌其烦的一遍遍哄着他，眼看着儿子哭得根本没有停下的架势。” 我也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顾培站在一边，突然拍了拍我的肩膀。我扭头看向他，忍不住露出了一丝无助。顾培没说什么，他只是蹲下身，温柔地摸了摸儿子的头：“露露不哭了，好不好？露露可是小那男子汉，男儿有泪不轻弹。可是，可是，儿子看向顾培。” 可怜兮兮的样子让我又心疼又心软，这样好不好？露露答应干爹不哭了。干爹这周末带你去游乐园，好不好？顾培笑盈盈地看着露露，一点也不介意露露把眼泪鼻涕都蹭到他的衣服上。我略微惊讶地看了一眼顾培，儿子因为身体原因，这几年我都不太敢乱带他出去玩。 再加上这两年我工作确实忙，是以即使儿子多次表示了自己想去游乐园，我也一直没有带他去过。这会儿听到顾培这么说，儿子果然停下了抽泣，他期待的看着顾培，声音有些小心翼翼：“真的吗？”可是妈妈，儿子有些顾忌的看向我：“没事，干爹说能去就能去。” 你妈妈也阻止不了，顾培果断抢在我之前开口，拍着胸口跟儿子保证。儿子得了承诺，瞬间破涕为笑。我看着一大一小两个男人在那拉钩上吊，最终还是妥协的笑了。儿子被顾培哄得开心，张开手就要顾培抱，顾培从善如流的抱起儿子，我只能去帮忙拿儿子的书包。 顺便好好跟老师道了个谢。离开学校之前，我特意先去门口转了一圈，确定傅廷臣不在之后，这才跟顾培飞快地上了车，向着家的方向驶去。当天晚上，儿子非要顾培留下来陪他睡觉。顾培这几年一直住在我家对门的房子，他有钱之后，更是干脆连租都不租了。 直接把那套房子买了下来，我对他的行为有些无奈，但到底没花我的钱，我也不能说什么。不过他住到我家对门之后，倒是的确友善了很多。照顾儿子的阿姨现在不管夜间，每次到了晚上，顾培都会过来陪着儿子玩上一阵，让我能有个时间整理自己的事情。 不过，儿子从来没有让顾培陪睡过。今天他能提出这个要求，看样子真的被吓得不轻。我有些心软，劝了儿子几句没用之后，我只得有些抱歉的看着顾培：“要不我把客房收拾一下，你凑合一晚吧。”顾培倒是很无所谓，他回家洗了个澡，换了个衣服，接着拿了几个模型玩具回来。 他又陪着儿子玩了一阵，等到儿子实在困得不行，我这才把他抱回卧室，准备上床休息。结果谁知道儿子困得眼都睁不开了，还知道抓着顾培的衣袖，让他陪他睡觉。顾培有些为难的看着我，他小声道：“那让露露今晚跟我睡。”我看了看儿子倔强的手，无奈的点了下头：“那就这样吧。” 我刚想把怀里的儿子给顾培，结果儿子反手又抓住了我。他迷迷瞪瞪道：“妈妈也要。我”我顾培，我们两个对视一眼，默默承受了成年人应该承受的尴尬。那晚，顾培是睡在我房间的沙发上的。第二天，我们把儿子送到幼儿园，千答应万保证，下午一定准时来接他。 这才把他哄了进去。等我跟顾培回到公司，立马针对刚签下来的项目开了个会。会议一直从早上开到下午。等配置设定好各部门的工作之后，我跟顾培也投入到了自己的工作里。结果没想到，公司迎来一个不速之客。因为昨天公司官宣了合作案。 傅霆臣终于知道了我在哪个公司。我没想到他今天竟然直接追到了我们公司。傅霆臣上到顶楼总裁办公室的时候，我跟顾培正在讨论接下来的计划方向。我们讨论的比较投入，身子不知不觉紧紧的靠在了一起。听到电梯响，我们甚至都没抬头。 直到来人不声不响的站定在我们面前，我们这才感觉有些不对，微微蹙起眉。我被人打断了思路，十分不满的抬起头，结果就看到了傅霆臣怒火迎天的眼神。他目光死死的盯着我，看起来就跟我当初不让他去给苏联过生日时一模一样。顾培已经迅速站了起来，挡在了我的身前。 傅廷臣冷冷地看着他，沉声道：“让开，我不是来找你的。”顾培嗤笑一声：“这是我公司，我怎么不记得傅总今天有跟我预约？”他双手抱胸，将我死死挡在身后，对着傅廷臣讥讽道：“我倒是不知道傅大总裁什么时候有了私闯别家公司的爱好了。” 我有理由怀疑你想窃取我们的商业机密，就你，傅庭臣冷哼一声，我还看不上。他似乎不想再跟顾培废话，而是往旁边迈了一步，再次进入我的视线。月月，上次你闲在大庭广众之下丢人，不愿意跟我聊，现在这里没有外人，我总能跟你聊两句了吧？我面无表情的看着他。 知道这么回避下去，傅霆臣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轻轻拍了一下顾培，我站起来，面对着傅霆臣，冷声道：“我不认为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好谈的。”傅霆臣咬了下牙，迎着声音问道：“当初为什么跟我离婚？”我愣了一下，有些好笑又讥讽的看着他：“当初不是你要离婚的吗？” 在我九死一生生下孩子之后，他陪着他的白月光跟我说：“孩子保不住，我们没必要绑在一起。”当初说的多么决绝，这会儿又来装什么可怜？我看着他眼中满盈的内疚，心里只觉得好笑的不行。傅廷臣张了张嘴，他无力的辩驳：“我只是在说气话。”他看着我，有几分急切的解释。 我当时以为你是不满意我去陪苏联过生日，才故意把我们的孩子弄没的。我不知道你是出了意外，哈！我听着他的解释，更是气笑了。傅廷臣，你扪心自问，我嫁给你的那几年，在你面前做过一次吗？我会拿一条活生生的生命来开玩笑？ 我气得简直想剖开他的胸膛，看看他还有没有良心。大口的喘着气，缓解气急胸闷的心脏。我心里对傅霆臣的厌恶已经到达了这几年的顶峰。顾培在一旁轻轻握住我的手，他往前一步，坚决地阻断了我跟傅廷臣的对话。傅廷臣，你都已经跟月月离婚了，就别来纠缠他了吧。 成年人好聚好散，他都成全你跟你那白月光了，你再来打扰他的生活就太不是男人了。傅霆臣脸色一变，他冷声道：“我跟苏联没关系，我本来已经准备叫保安上来把他请出去了，结果他这一句话止住了我打电话的手。”我皱了皱眉，看着他问道：“你跟苏联没结婚？” 傅霆臣似乎误会了我的意思，他眸中瞬间划过一丝喜色，急忙点头道：“没有，没有，我这几年一直在找你。”他伸出手想来抓我，被我毫不留情地躲掉。傅廷臣的手僵在半空，看起来有些滑稽。月月，我冷冷地看着他，只觉得这个男人异常的好笑。当初他为了苏联。 可以在我孕期离开，我去给他过生日。结果现在我们离婚了，他又来告诉我他没跟苏联结婚，这几年一直在找我。他这样做到底是想恶心谁？我深吸了口气，对着傅廷臣严肃道：“既然这样，那傅总结婚的时候，我会记得给你包个红包的。毕竟抛开感情上的问题。” 在工作上，我还是要感谢副总前几年对我的帮助的。我顿了一下，嘴角到底没忍住扬起一抹讥诮的弧度。毕竟没有你的锻炼，我也不能做阿培公司的副总。这一点，我还是要好好谢谢那你的。我故意用暧昧的昵称，还称呼顾培。果不其然，傅廷臣的脸色变了，但我已经不打算跟他多说。 跟顾培打了声招呼，我直接转身进了办公室里面的休息间。后面顾培是怎么让傅霆臣离开的，我不知道，他没主动告诉我，我也没问。我们两个谁都不愿意再提傅霆臣这个名字。之后，我们把精力重新投入到了工作里。我们这几天经过各种会议，最后敲定了几个势在必得的项目。 傅庭辰之后一直没出现，也没联系过我，我都以为他放弃了。直到我在竞标的名单里看到傅氏，忍不住深深皱起了眉头。据我所知，这几个项目跟傅氏主营的产业都不沾边。傅廷臣突然拉着傅氏横插一脚，我怎么也不相信这只是巧合。然而我没有他的联系方式。 更不想主动去联系他。跟顾培商量了一下后，我们着重对傅氏留了个心眼。不管傅廷臣是恼羞成怒，准备抢了我们项目，还是他真的只是想要拓展产业，总之这几个项目我们势在必行，绝不会让他被别人抢占了去。就这样，很快到了竞标当天。 我跟顾培难得一起带着一支队伍来到了竞标现场，傅廷臣果然也来了，这会儿正在跟几个老总聊天，在他身边还有许久不见的苏联。看打扮像是作为傅廷臣的秘书来的。我跟顾培对视一眼，心里带上了几分警惕。竞标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倒是要看看。 傅廷臣，他葫芦里到底卖着什么药？竞标开始之后，我特意留了点心神放到傅廷臣那边。虽说来之前我跟顾培已经确定过很多次，这次项目我们十拿九稳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一刻我的心里突然涌起了一股十分强烈的不安。傅廷臣一直没有动作。 竞标在看似顺利的情况下进行着。我代表公司阐述完我们的优势跟方案之后，明显能看到评估团的人露出满意的神色。我大方的从台上下来，心里稍微松了口气。顾培趴到我的耳边，小声夸了我一句。我不着痕迹的对他挑了挑眉，心里也忍不住有些得意。 等到最后，所有公司的人都阐述完，就是等待竞标结果公布。我跟顾培坐在座位上闲聊，一个人从我旁边经过，故意撞了我一下，我肩膀被他撞了一些，下意识的看过去，是跟我们共同竞标的另一家公司的负责人。我之前在别的工作上赢过他几次，他后来看我一直都不太顺眼。 我蹙了下眉，不太想在大庭广众之下跟他起冲突，然而他却不这么想。那人停在了我的面前，双手抱胸，居高临下的看着我。他语气轻蔑道：“秦月，之前几次项目让你抢走了，你可别觉得就会一直赢下去。我承认，你们公司这次准备的的确很充分。” 他停顿了一下，语气再也压实，不住得意跟狂妄。这次的项目中标的一定是我们。说完，他冲我留下一个轻蔑的目光，转身走了。我蹙起眉，回头跟顾培对视一眼，他脸色难看，果然是跟我想到一块去了。刚刚各家展示自己的方案的时候，我确定我们是最出彩的一家。 但刚刚那个人却那么笃定，这次的中标的会是他们公司，那就只能说明这次的竞标已经被内幕了。我忍不住心情沉重了下来。这次的项目如果不能拿到手，对我们后续的资金周转将是很大的问题。我控制不了的，有些急躁，手指无意识的抚上了太阳穴。顾培的脸色。 也没好到哪去，但他还是沉着声音安抚我道：“没事，等出结果再说。”我点了点头，心里却已经相信了刚刚那个人说的话，强撑着按下心里的慌乱，我尽量让自己表现的自然。竞标结果马上就要公布，我不由自主的端正了坐姿，手里紧紧捏着项目书。 我感觉现在比我第一次单独跟人谈合作的时候还要紧张。那人又看了我一眼，眼神是止不住的得意。我无视他的挑衅，死死盯着台上宣布结果的人。这次中标的是富士集团。随着那人话音落下，现场先是死寂一秒，接着瞬间爆发一阵热烈的掌声。我微微张嘴。 愕然的愣在原地，复试，最后中标的竟然是复试。下意识的看了眼傅廷臣，他此时正在周围各种道贺声中从容的走向台上，镇定自若的进行着发言。我对于这个结果还有些懵逼，看了看刚刚挑衅我的那个人，结果发现他的表情比我还要震惊，叹了口气。 我感觉心情十分复杂，傅廷臣他到底想干什么？竞标结束之后，大家三三两两的散场。我跟顾培一边商量着接下来该怎么挽回损失，一边往外走着。傅廷臣突然挡到我的面前，伸手递给了我一本档案夹。我警惕的看着他，没有说话。傅廷臣，你有完没完了？ 你现在是来炫耀的，顾培本来心情就不好，这会儿更是不跟傅廷辰客气。然而傅廷辰难得没有跟他呛回去，他只是淡淡的瞥了顾培一眼，接着又把档案夹往我面前伸了伸：“拿着吧，这是这个项目的无偿转让协定，你们很需要这个吧？”傅廷辰说完，不只是我。 就连跟在他身边的苏联都露出了一脸不敢置信。我下意识地蹙起眉，拒绝道：“不用，我们可以去找别的项目。”傅廷臣似乎没想到我会拒绝，他有些着急了：“你别不要，我就是听说陈氏那边走了关系，想到会对你不利才拿的这个项目。你不要，我们公司也用不到。” 他说着，强硬地把档案夹塞到我怀里。我看到他咬了咬唇，有些艰难地说道：“就当是我当初对你的赔罪吧。”我眨了眨眼，慢慢垂下了眼眸。顾培不干了：“傅廷臣，你别……”顾培，我轻轻叫住他，对他摇了摇头。顾培跟我一向是默契的，他瞬间闭了嘴。 只是表情看起来十分的难看，我用几秒钟的时间快速的整理了一下情绪，轻轻吸了口气，我压下心底翻涌的情绪，抬起了头，我眼神沉沉的看向傅霆臣，语气却十分冷漠。既然这样，那这份合同我就收下了。傅霆臣表情一喜，眼神瞬间亮了起来。你说的对。 这都是你欠我的，你本就应该给我赔罪。缓缓勾起嘴角，我嘲讽道：“只是你记住，我们之间的关系不会是已有任何改变。”说完，我不管傅廷臣瞬间灰败的脸色，转过身，头也不回的走了。我跟顾培一路沉默的回到公司，一直到了办公室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。 我这才小心翼翼的凑到了他身边，怎么啦，顾总？生气啦？顾培淡淡的瞥了我一眼，没说话，扭头就往屋里走。我一瞅的，这是真生气了，赶紧放下手里的东西，我小跑上去拉住他的胳膊，哎呀，顾培，别生气嘛，我晚上请你吃饭，做你最喜欢的糖醋排骨，好不好？ 顾培顿了下，轻轻晃了晃胳膊，没什么诚意的想要甩开我的手。我本来下意识的想放开，结果被他一看，立马抓得更用力了。顾培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微不可察的满意，身体也没那么僵硬了。我还没来得及松口气，就听到他阴阳怪气道：“你是把我当秦鹿哄了？” 我心说你可不就跟个小孩一样，面上却飞速的摇头。当然没有，你才不会跟他一样无理取闹呢。顾培的脸色彻底放松下来，我悄悄舒了口气，看着他现在情绪稳定了，我赶紧解释道：“我答应傅廷臣接下这个合同，的确是因为这个项目对我们很重要，绝对没有别的意思。” 我一边说，一边小心翼翼地观察着顾培的脸色，然后我就发现他脸又黑了。我顾培这次是真的用了点力气甩开我，他咬牙道：“没了这个项目，我还可以去找别的项目，大不了我回去求我爸，有什么必要非要接受他的好意？”他突然用力地掐上了我的肩膀，让我无可逃避地直直面对他。 秦月，我不信你不知道他傅霆辰是什么意思。你们离婚三年，他找了你三年，好不容易见到你的人了，就开始想尽办法的接近你。他这不就是放不下你，想跟你复婚吗？我垂下眸，避开顾培的目光，下意识的咬住了唇。他说的对，我知道傅霆辰想跟我复婚。 虽然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喜欢上我的，但他这个人从以前开始就是这样，爱面子，不会表达感情，自以为是的对你好，这些我都知道。顾培捏着我肩膀的手越来越用力，像是要将我的肩胛骨生生捏碎一样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。房间里寂静了许久，好半晌。 我才轻轻吸了口气，小声开口道：“顾培，我是不是没有告诉过你，我当初为什么会喜欢上傅廷臣？我跟傅廷臣的故事其实很老套。我爸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死了，我妈拉扯我到大学，精神压力太大，赌博了。他当时欠了钱，被追债的人逼得跑了路。” 而我当时正在上大学，追债的人找不到我妈，就把我堵在巷子里。我当时走投无路，心里已经抱着他们一旦轻薄我就跟他们同归于尽的心态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路过的傅廷臣把我救了。我必须要承认，当傅廷臣逆着光从巷子口走进来，把我从追债的人手里救下来的时候。 我的确觉得他神圣极了。再后来，我小姨知道了我家的情况，帮我卖了家里的房子，又自己给我填补了一些，还上了债。而我也从那天开始无可救药的爱上了傅霆尘。我从大学开始追他，一直追到毕业。他对我的态度并不好，不，或许应该说，除了苏联之外，傅霆尘对所有人。 都是一个态度：冷漠、无视、轻蔑。但我不介意，不管他对我是冷脸相对，还是嫌弃厌恶，我都能扬着笑脸凑到他的身边。即使我一直都知道他心里爱着的是另一个女人，即使我所有的朋友都骂我犯贱，但我就是没法控制自己不靠近他。直到后来，苏联结婚出国。 傅廷臣消极了好久，而我也得此趁虚而入。我永远都记得苏联离开过后，傅廷臣的第一个生日，那是头一次傅廷臣在生日这天没有去找苏联，反而把时间留给了我。那天我特别开心，从早上睁眼就开始准备他的生日惊喜。我做了一大堆他爱吃的爱。 还亲手擀了长寿面给他吃。然而，我精心准备了一天，布置了屋子，买了礼物，却在晚上临时被告知他去参加了晚宴。我当时看着一大桌丰盛的晚餐，什么都没说，只是温柔的叮嘱他少喝点酒，早点回来。那天，我一个人坐在黑漆漆的客厅里，从天亮等到天黑。 傅霆臣是半夜回来的，当时已经过了十二点，他喝得有些醉，见到我之后还愣了一下。我什么都没说，只是温柔地帮他脱了衣服，又带他到沙发上坐下，给他倒了杯醒酒茶。他当时似乎有些头疼，喝完醒酒茶之后，他突然跟我说：“月月，你没给我准备生日礼物，也没跟我说生日快乐。” 我当时愣了一下，心里有些酸涩。然而我什么都没说，只是扬起笑脸，甜甜的对他说道：“生日快乐，傅霆臣！”我把我提前准备好的生日礼物给他，是一枚胸针。我攒了好久的钱才买得起。傅霆臣看到那枚胸针之后，露出了一抹笑。他很少笑。 但偶尔牵起的嘴角，总能精准的射住我的心神。我在他的笑里晃了晃神，便是这半刻，他突然搂住我的脖颈，吻上了我。我到现在都记得当时的心情：紧张、兴奋、悸动。就是这个吻，让我觉得一天的等待都变得值得。我疯狂的回应他，吻到最动情的时候，他低声道。 月月，我们结婚吧。第二天，我跟傅霆臣便去领了结婚证。我们是闪婚。他爷爷听说他结婚的消息，很高兴，因为他爷爷想要孙子，是以已,已经不是第一天催他了。而我成了他的妻子，除了开心之外，还有很浓的不真实的感觉。结婚后的傅霆臣对我的态度依然不算热烈。 他是个工作狂，每天大半的时间都扎在工作里。我们相处的时间其实很少，但我不在意。我知道他还没放下苏联，但我不在意。我为自己能够跟他在一起感到幸福，也相信只要时间足够久，他总会放弃苏联，爱上我。我也的确从来没有埋怨过他一句。他想要工作。 那我就拼命恶补商业知识，进他的公司帮他打理事业。他不愿意我提苏联，那我就无视掉他书房里苏联送他的东西，那些东西全当什么都不知道。他不喜欢我做，我就永远体贴懂事，从不任性，永远温柔。我曾经以为他总会被我感动，然而事实证明，他当初会跟我结婚。 恐怕除了酒精催动下对苏联生出的那么一点报复的意思，就只是因为他的爷爷了。我付出了很惨烈的代价，才认清了这个事实。而我自认这些年对他无条件的付出，为他公司所创造的收益，已经足够还他当年的救命之恩了。我把这些跟顾培说完，轻轻叹了口气，是以顾培。 我比所有人都清楚，他不爱我，他只是不能接受我不爱他了而已。但我真的不爱他了。曾经我以为我对傅霆臣的爱永远不会熄灭，哪怕他不爱我，哪怕他迟早会跟我离婚，我就算抱着那段我们曾经在一起过的回忆，也可以一直热烈的爱下去。但我又忍不住长叹一口。 我低估了时间对人类的磨损。只不过过了三年，我已经不记得当初对他那样炙热的爱意到底是什么感觉了。我感觉有些疲惫，走到了沙发上坐下。顾培也不跟我耍脾气了，他沉默地跟在我身边，给我倒了一杯温水。谢谢。我接过他的温水，对他笑了笑，是以你放心吧。我接受他的合同。 只是因为这是我评估过后对公司最好的选择。顿了一下，我忍不住失笑一声。还有一句话，我也没有骗人，这是傅霆臣他欠我的。当初他救我一命，我还了；现在他欠我一条命，他也该还了。顾培久久没有说话，他垂着头，看起来像是失落的大狗狗。我笑了下。 伸了个懒腰，我故作轻松道：“好了你，你也别在这参禅了，工作吧。”月月，顾培突然叫住我，他的眼里似乎有些晶莹在闪烁。当初你家出事的时候，我不在国内，不知道。以后，以后我不会再让你一个人经历这些了。我无所谓的笑了笑，拍了拍顾培的肩膀，安慰他。顾培只是低落了一会儿。 很快便收拾好情绪，他揉了揉脸，又拍了两下，从沙发上站起来。工作，工作，待会儿我就给我爸打电话，让他还付廷臣个项目，咱不占他便宜。我笑了笑。顾培比我跟付廷臣都小一些，他现在争强好胜的样子，竟然让我觉得十分可爱。之后我们都没再提付廷臣的事情。 傅廷臣给我的合同，我让公司的法务评估了一下，的确如他所说，是一份完全无偿的赠与协定。我看到那份合同的时候，还是忍不住有些心情复杂。但不管怎么说，有了这个项目支援，我们跟赵总的合作项目也可以没有压力的进行下去。那天之后，傅廷臣找借口加了我的好友。 每天给我发消息，他还很有意思。每次发消息都是闲聊，插着工作。我就算想把他屏蔽，都屏蔽不了。就这样，时间很快到了周末。我跟顾培连着加了五六天的班，甚至为此都把保姆阿姨重新请回来照顾儿子，就是为了兑现顾培给儿子的承诺：周末带他去游乐园。 出去玩那天，我跟儿子特意换了亲子装，就是没想到顾培穿的竟然跟我们穿的很像。这么一搞，我们倒很像是一家三口了。儿子很高兴，一路上都扒在顾培怀里，咯咯的笑。顾培虽然年纪不大，但很会照顾小孩。儿子身体不好，年纪又小。 其实来了游乐园也没有多少能玩的项目，但顾培依然尽心尽力地陪着儿子。一天下来，光是在游乐园的各个分区来回跑，就已经把我累得够呛了。下午临近傍晚，我实在是跑不动了，眼看着顾培还要带着儿子去看城堡，我一把拽住了他：“回家，下次再来。” 不然，我现在就自杀给你们看。顾培抱着儿子，一大一小两个人鄙夷的看着我。月月，你不行啊！妈妈，你不行啊！我，我就是不行。要不你们报警把我抓了吧？我自暴自弃道。儿子咯咯的笑起来，顾培也忍不住笑道：“你真不行了。”我疯狂的点头，举手做了个投降的样子。 真不行了，到极限了，哎，好吧。顾培装模作样的叹了口气，然后低头跟儿子说道：“妈妈不行了，露露，我们下次再来看城堡好不好？”儿子很懂事的点了点头。他眼珠一转，突然笑了：“回家，回家。下周露露还要来。看样子，儿子是想到了这样还能得到多来一次的机会。” 是以格外痛快的答应了。我跟顾培对视一眼，有些欣慰的笑了。我们三个出了游乐园，说说笑笑的走向停车场，直到一个人挡在我面前，熟悉的感觉让我心里顿时紧张了起来。我停下脚步，转头一看，果然又是傅霆辰，傅霆辰会来游乐园，是我怎么都没想到的。 他今天难得没穿西装，而是穿了一件休闲的风衣。此时他把手插在口袋，看着我们的表情十分的难看。我看清他之后，心里一紧，下意识的就把儿子挡在了身后。然而我的做法只是欲盖弥彰而已。傅廷晨早就看到了顾培怀里的儿子，他的眼神在我们三个身上来还转了一圈。 接着，他脸色阴沉道：“月月，那是你们的儿子。”我抿了下唇，大脑飞速转动，该怎么解释？然而，儿子可不懂大人之间的弯弯绕绕。他搂着顾培的脖子，软糯糯地问他：“爹爹，他是谁呀、啊？”我们在场的三人同时愣了一下，傅霆臣的眼神瞬间沉了下来，死死地盯着儿子身上。 儿子被他看得有些害怕，下意识的往顾培怀里缩了缩。我立马反应过来，儿子认了顾培当干爹，但干爹不如爹爹顺口，是以儿子后来都是直接管顾培叫爹爹的。我赶紧挡在儿子面前，阻断了傅廷臣的视线。傅廷臣，他只是个孩子，你凶他干什么？傅廷臣收回视线，看向我。 眼神有些委屈，可是月月，我们的孩子。他说到一半，骤然近了声，脸色瞬间忐忑下来。我慢慢沉下了眼眸，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，把他没说完的话说完。是啊，我们的孩子在你陪着苏联在南岛过生日的时候就已经没了。我勾起嘴角，忍不住讥讽道。 是以我跟顾培又要了一个孩子，你有什么意见吗？傅霆臣的脸色彻底灰败了下来，他眼中是毫不掩饰的后悔跟内疚。他向着我伸了伸手，别我毫不留情的避开。月月，对不起，我我。傅廷臣难得有些语无伦次，他看着我的目光十分的痛苦。我微微垂眸。 遮去眸中一闪而过的波动。很快，我又看向他，声音冰冷道：“顾培，我已经有了新的家庭，开始了新的生活，你能不能别来打扰我了？”傅霆臣瞬间抿住唇，神情十分的痛苦。我长长的出了一口气，像是终于说出了什么一样，深深的看了他一眼。傅霆臣低下了头。 这次他没有阻拦我，我带着顾培跟儿子走了。上了车，我还能看到傅廷臣站在原地的身影。他像是被全世界抛弃了，明明身处无比热闹的游乐园门口，看起来却是如此的孤寂。我说不上心里是什么感觉，就好像一片平静的湖泊被人投入了一颗小小的石子。 泛起了一圈细小的涟漪。顾培看了我一眼，启动了车子。等到车子的视线里再也看不到傅霆臣的身影，他这才长长的出了一口气。我本来有些恍神，下意识的看向他，目光还透着迷茫。顾培直视着前方，他幸灾乐祸道：“傅霆臣误会的好啊，我就是他儿子的爹，四舍五入。” 就是他爹，太爽了，哈哈！我一瞬间，我满脑子里都是顾培我是他爹的回响，什么涟漪，什么湖泊，全都统统不见了踪影。我无语的看着他，终于知道他今天面对傅霆臣为什么这么安静了，合着就是哥着装呢。回去之后，儿子问我傅霆臣是谁。 我暂时还不想告诉他傅庭臣的真实身份，只说是我以前的老板，我们有些冲突而已。儿子年纪还小，对这些人情世故不太了解。他听我说完之后，歪着头想了一下，接着便把这件事抛到脑后，粘着我说困了。我轻拍着他的背，柔声哄着他。等他彻底睡熟之后。 我才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出神。我今天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，以傅霆臣的骄傲也该放弃了。轻轻叹了口气，我翻了个身，闭上了眼，渐渐也睡了过去。然而第二天，我刚到公司，就在前台收到一束鲜艳的玫瑰花。我再三确认是送给我的之后，才一脸疑惑地把花抱了起来。 玫瑰花上附了一张卡片，写的是一首外国很有名的情诗，但是因为没有署名，是以我也没搞懂到底是谁的送的。我把玫瑰花抱上了楼。顾培今天来得早，看到我抱着花愣了一下：“有人给你送花？”我眨了眨眼，有些惊讶：“不是你送的？我真的以为是顾培给我订的。” 虽然我们两个这几年从来没有把话说明白过，但我一直很清楚顾培的心意，他也没有隐瞒过。然而这次顾培是真的懵了，他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花，最后恍然大悟：又是傅廷臣，是不是？他怎么还不放弃呀、啊？顾培愤愤地走到我面前，二话不说，抢过我怀里的花，就扔进了垃圾桶。 我无奈的看着他，心里也忍不住开始怀疑起傅霆臣。毕竟除了他，我实在是想不到别人了。但从昨天见面之后，傅霆臣并没有给我发过任何消息。我理智上觉得他应该放弃了，但直觉又莫名的告诉我，送花的人就是他。顾培还在边踱步边骂骂咧咧。 他看起来气不过，竟然直接掏出了手机给助理打电话。当我听到他豪气冲天上来就要九千九百九十九朵玫瑰的时候，终于忍不住冲上去夺掉了他的手机，无视他控诉的看着我的眼神，我转身拿起桌子上的一摞档案，毫不客气的塞到了他的怀里。先不管这花是谁送的了。 工作要紧，恋爱脑要不得。顾培下午有个会，要到别的公司开，是以等到下班我就一个人先走了。因为昨天的事，我有点不太放心儿子，是以今天特意跟保姆说好，我自己去接他。然而我刚到楼下，就见到了一个不速之客——苏联。他站在我们公司门口，眼神一直往里面扫着。 看起来像是在找什么人，我蹙了蹙眉，心里有股不好的预感。然而，我想要转身离开已经来不及了。苏联已经看到了我，大步向我走了过来。他站到我的面前，我这才发现他的面容十分憔悴，就连厚厚的妆容都不能掩盖。我心里莫名的有些慌张，下意识的看了眼时间。 现在距离儿子放学已经没多久了，苏联面无表情地看着我，之前伪装出来的温和无害全都没有了踪影。他的眼神莫名让我想到了毒蛇的信子，阴飕飕的，看得我十分的不舒服。秦月，如果你不想在大庭广众之下丢人的话，就跟我过来。”他冷冷地说着，转身就想离开。 我站在原地没动，警惕地看着他。呵，他冷笑一声，突然压低了声音,音，阴狠道：“如果不想你那宝贝儿子没命，最好就跟我来。”我脸色骤然巨变，心跳一下飙到了一百八十。苏联趁我愣神的时候，抽走了我手里的手机。他不再跟我多言，转身毫不留情走了。 我的手死死的抓住包带，看着苏联的背影，毅然跟了上去。他带着我东拐西走，到了一个没人的巷子。我跟着他停下脚步，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就被一个埋伏在旁边的人捂住了口鼻。意识彻底消失之前，我好像看到了苏联癫狂的笑脸。我是被一盆冷水泼醒的，迷迷糊糊的睁开眼。 我第一反应就是头疼，头疼的要裂开了。我下意识的想抬起手揉一下太阳穴，然后动了动手腕，我才发现我竟然是被绑在一把钉在地上的椅子上面。我愣了一下，昏迷前的回忆渐渐涌了上来。儿子，我猛地抬起头，着急的四处张望。哟，月月姐，你才刚醒，这是在找什么呢？ 苏联缓步从黑暗里走出来，嘴角挂着笑，眼里闪着阴毒的光芒。我猛地怔了一下，发现这个绑着我的绳子绑得异常的紧，凭我的力量根本不可能自己挣开。我心里着急儿子的安危，刚刚看了一圈，我并没有看到儿子的身影。苏联已经走到了我的面前，他弯下腰。 伸出食指，轻轻挑起我的下巴，端量了我一下我的脸。我们月月姐呀，确实是长了一张好脸蛋呢。就连你那儿子也看得出来是个美人胚子呢。他啧啧地摇了两下头，慢慢地收回了手指。苏联啪！清脆的一声巨响，苏联一巴掌甩到了我的脸上。 我被他毫不收敛的手劲打偏了脸，喉咙里瞬间涌上一股血腥味。你别叫我，就凭你也配叫我的名字？呸！他恶狠狠地朝我呸了一口，面容逐渐扭曲。我忍下嘴里的血腥味，抿着唇，死死地盯着他。苏联的精神状况现在看起来很不对劲。 为了避免他做出什么疯狂的事伤害到我儿子，我决定先按兵不动，观察一下。整个仓库里只有他高跟鞋踩出的回响。我垂下头，用余光观察着周围。这个仓库整体很暗，我看不到其他人存在的痕迹，但我知道这里必然不止我们两个人。我尝试着找办法把手从绳子里抽出来。 然而，苏联已经来回踱步了一圈，重新回到我面前。他猛地捏住我的脸，强硬地把我的头抬起来直视他。我猝不及防，对上他的眼眸，那里已经只剩扭曲跟疯狂。秦月，为什么你都跟傅廷臣离婚了，他还能对你念念不忘？他狠狠地盯着我，语气满是疯狂。 我哪一点比不上你？让他这三年来无时无刻不在找你，可明明陪在他身边的人是我呀！我甚至下药怀了他的孩子，他却宁可付我抚养费都不愿意娶我。他凭什么这样对我？我心里有些震惊，没想到他们这三年还发生了这样的事情。然而，除掉那一丝丝的惊讶外， 我更多的却是觉得可笑，明明都决定好不要刺激到他，但对上他仿佛要将我杀掉的怨愤眼神，我却忍不住笑了出来。我狠狠的扭了一下头，挣脱他的手，然后死死的盯着他，一字一句道：“当初是你先抛弃他的，你又凭什么要求他对你从一而终？” 我亲眼见证了过去几年里傅廷臣对苏联全心全意的爱，那是清晰的知道苏联只是吊着他还心甘情愿的付出，是知道苏联为了钱嫁作他人妇后依然选择默默守护。我陪伴了傅廷臣最难过的那段日子，我比任何人都清楚苏联对傅廷臣的重要性，也比任何人都嫉妒他。 苏联被我说得愣在原地，他似乎不愿意去面对这样的事实，只一心沉浸在自己被辜负的妄想里。我垂下头，不愿意看他。如果他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来绑架我，那在过去的许多年里，他早应该被我绑架十万八千次了。哼，你说的对。苏联突然笑了一声，语气也平静了下来。 但我心里却骤然升起了一股十分违和的感觉。然而，还没等我想明白到底哪里不对，苏联已经站起来，垂着头看我。可是，阿月月姐，我已经一无所有了。我爸妈死了，亲戚关系不好，没有朋友，就连过去的丈夫都不要我了。如果我再失去傅廷臣，那我还怎么活下去啊？ 他柔软了声音，再次带上了我熟悉的可怜兮兮的味道。然而我却丝毫不敢放松，心里的警惕到了极限。其实啊，月月姐，当初在幼儿园门口跟你偶遇那次，我是真没在意的。他轻轻笑了下，随手撩了一下头发，因为你们已经三年没见了，而你身边又有了新人，态度还那么坚决。 我就觉得你跟阿晨无论如何都不会有发展了，但是我没想到阿晨竟然不愿意放弃。他叹了口气，白净的面庞上到底没有掩饰住一瞬的扭曲。他为了你去接根本没必要的竞标项目，为了打通背后的关系，喝酒喝到胃出血，半夜进医院。 但他什么都不说，只是因为你接下了他的转让合同，就高兴的一晚上都在傻笑。我小心挣扎的手顿了一下，眸中渐渐染上了不可思议的神情。傅廷臣他，他竟然为了做到这个地步了吗？月月姐，听到阿辰为你进医院，你很开心吧？苏莲青笑了一声，声音越发的温柔。既然这样。 那我还可以说一点让你更开心的事情，你知道吗？我昨天去找阿晨，他跟我说你跟顾总有孩子了。我本来听到这句话可高兴了，可是啊，阿晨他竟然比我还高兴呢。他像是真的想到了什么特别有意思的事，捂着嘴痴痴的笑了一会儿，我却一点也笑不出来，只觉得越发的心惊。 那你知道他说什么吗？他竟然说他不介意你跟别人有孩子，他甚至因为那个孩子帮你弥补了失去亲子的痛苦，而为你感到由衷的开心呢。他还说呀，只要你愿意跟他复婚，那他一定会把那个孩子当亲生儿子来对待，他的东西以后都是那个孩子的。月月姐，你说他多好笑了。 我还是头一次见一个男人上赶着当接盘侠的。苏联越笑越大声，他甚至笑出了眼泪，又用手背随意的抹去。我心里酸涩，一时竟不知该感慨是造化弄人，还是傅廷臣他罪有应得。可是阿月月姐，你知道吗？我的孩子没了，他都已经有胎动了，但他没了。 他的猛地止住笑意，再不掩饰内心的怨愤，脸色骤然沉了下来。是以凭什么呢？我一无所有，你却拥有一切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们就一起下地狱好了。他又开始发狂的大笑。我不知道他到底经历了什么，但我知道他的精神世界已经彻底崩溃了。苏联突然抬起头，猛地往后退了两步。 他抬起手挥了下，阴影的地友善走出了几个黑衣人，而他们手里抱着的正是我昏迷不醒的儿子露露。我着急的叫了一声，理智彻底压抑不住，焦急地挣扎起来。秦月，你别挣扎了，反正很快我们都能在下面相见了。苏联笑了，带着悲伤、绝望跟疯狂。 他拿出了一个打火机，慢慢蹲下。我这才发现地上竟然有一条长长的引线。我猛地瞪大了眼，不敢相信苏联竟然准备了炸药。然而我已经来不及阻止他。在我被巨大的声响包裹之前，我看到的是被强行破坏的仓库大门和一个飞奔扑向我的身影。苏联死了。 他死在了那场爆炸里。他在那天本就准备孤注一掷，在仓库里外都埋了一圈土炸药。而顾培跟傅廷臣发现了我的失踪，他们报了警，然后根据露露身上的定位器找到了我们。当我在屋子里跟苏联对峙的时候，他们其实已经到了。然而刑侦队长判断需要先拆除炸弹。 为避免打草惊蛇，就没有第一时间进来救我。事实证明，队长的判断是正确的。苏联没有这方面的常识，他只是精神失常，做出了疯狂之举，是以他埋的炸药拆除的十分顺利。而当他选择引爆炸药的时候，外面的炸药已经被全部拆除，但屋子里还留有一些。 虽说因为引信过长而使一部分失了效，但依然有一小部分炸了。苏联在的位置比较存，刚好被土炸药蹦出的碎片划破了脖颈，他最后死于失血过多，甚至没有撑到医院。而我就比较幸运，当时他埋在我身下的炸药并没有爆炸。至于其他炸药的余波，傅廷臣保护了我。 而顾培为了保护露露，却承受了大部分的冲击，直接住进了 ICU。从那天到现在，已经过去了一个星期的时间。这件事在网络上引起了一阵轩然大波。为了避开那些烦人的记者媒体，我们全都被付廷臣安排在了富士的私人医院。这几天，除了对警方必要的配合。 其余的时间，我一直都陪在顾培身边。他在前几天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，转入了普通病房。只是他一直没醒。医生说，爆炸伤及了他的大脑，可能很快会醒，也可能再也不会醒了。医生剃光了他的头发，以至于我每次看着他，都忍不住牵起嘴角。相比较他而言， 儿子就幸运多了，他因为迷药的原因一直在昏睡，以至于醒了之后对这些事一无所知。我怕他看到顾培这样会害怕，是以拜托保姆把他领回家照顾他。至于傅廷臣，他也受了伤，但比顾培好很多，现在已经可以坐在病床上开视讯会议了。我在他醒来的第二天去看过他。 告诉了他，露露其实是他的儿子。傅庭尘当时还躺在床上，听到我的话，瞬间便坐了起来。剧烈的动作牵扯到了他的伤口，让他瞬间便僵在原地。我轻轻叹了口气，帮他按铃叫来医生。等所有一切都处理好之后，我在他期待的目光中，温柔了声音：“傅庭尘，谢谢你保护了我。” 我突然想到了年少时他把我从巷子里救出来的那一幕，忍不住笑了一下。好像每次只要我遇到危险，你总是会来保护我。我真的很感谢你。不用。傅廷臣艰难的开口，他的声音还有些嘶哑。我轻轻摇了摇头，在他满是期待的目光中，我轻声道：“只是感谢，不是爱。可怜，也不是爱。” 傅霆臣，我很感谢你救了我，也很感谢你为我做的那些事，但我们真的不会复合了。你以后如果想看露露，可以随时来看。等她长大之后，我也会告诉她你的身份。但我们的交集就止步于此吧。从今往后，我们互不亏欠。我看到傅霆臣眼里的光一点一点暗了下来，他的脸上彻底失去了生机。 变得一脸茫然又空洞，我帮他掖了一下被子，最后看了他一眼，轻笑道：“好好休息，傅霆尘。祝你早日康复。”那天之后，我发现傅霆臣把我微信删了，明明就在一家医院的同一层，他却像特意避开我一样，一次都没有跟我撞见。 如果不是他提前出院那天偷偷来看我，被我发现，恐怕我都要以为他因爱生恨，要重蹈苏联的覆辙呢。然而那天我也没有跟他说上话。傅廷臣发现被我看见，直接脸色一变，转身走了。我看着他明显没好全却逞强的要走出气势的背影，忍不住叹了口气。总归他以后的生活。 也不归我操心了。既然自己都不珍惜自己的身体，那就随他的便吧。我这几天安心的陪着顾培，他瘦了很多，原本帅气的脸几乎有些脱了相，但却意外的增添了几分破碎的美感。我这几天都是不假他手的亲自照顾他，偶尔闲下来，我便不停的在他耳边说话。 过去我们两个在一起，总是顾培说的多。现在他安静的躺在那里，我不希望他太过寂寞。终于，在几日后的一个下午，阳光透过医院的窗户照进屋里，温温柔柔的打在顾培的脸上。他似乎是被我念叨烦了，在沉睡了这么久之后，他终于慢慢的睁开了眼。 彼时我正说到他再不行，我就去给傅庭臣做糖醋排骨。话刚说完，我就赶紧，手指被人轻轻的抓了一下，低下头，顾裴幽黑的眼眸正不满地看着我。他昏迷了很久，身体还很虚弱，说不出话，是以只能用眼神控诉我。我愣愣地看着他，直到确认这不是幻觉，这才倏然。 展开了一个笑，眼泪猝不及防的掉下来，我却根本不想去管它，紧紧的握住顾培垂在床侧的手，我又哭又笑道：“我骗你的，等你好起来，我给你和儿子做糖醋排骨吃。”顾培轻轻笑了，窗外阳光正好，就像我的未来，一片灿烂。